看到男生都不想看到他。瑞阳，瑞阳，你现在在谁身上啊？这么舒服。他那样子好像很享受一样。对呀、啊。来，妈妈抱。人家看内裤。表情很好。对啊，瑞阳，你怎么？你看是我抱。都在这。你有没有抱？瑞阳 ，Friends 伯伯抱得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伯伯。嗯。瑞阳，阿贝在哪里？阿贝。哎、欸，你好！居然没有发觉他是谁了，他说给你面子哎，怎么会这样？瑞阳，你喜欢阿北抱？瑞阳，你看错了，阿北很凶，没有，有一次有抱过一次，好像那么温柔呢，对啊，那很舒服啊，再看一下。通常我不喜欢大眼睛的小孩子。吃那个在哪里吗？对，我知道，像那个 four， 现在大哈密有变成 four one 了， four one。不可思议呀、啊！你们继续聊没关系，是不可思议，哇，一副非常满足的样子。我也很乖、啊。他抓你吗？他吃完了吗？啊、瑞阳，这个是你的谁呀、啊？是你干爹吗？好，瑞阳是你的干爹，对不对？瑞阳吗？肩头的，你去找找瑞阳。超喜欢。要不要抱？妹子，妹子，哎，是瑞阳，一波吧。好瑞瑞，啊，确实，瑞波嘛，是吧？哦，好可爱哦。没有没有，要我现在。你还要？这样子很好，要看你等一下，你真的爸爸要拿东西的时候，我去找小朋友来。拜拜了。对，他喜欢他，他有抱一下，他都抱到。我再表演一下给妈妈看，走。是吗？我回家了。呀，妈妈在哪里？我先走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就他特别的。没有。坐心，坐心的老人。小谢子，这里。老谢子跟小谢子。看外面，太容易就被飞。好，你真的抱出去门口看看。妈妈是平常对你不好。哪有？这个还是认识的人算了，我们带去台湾泡温泉啊，就有一个阿姨跟他。